22日，网友通过微博上传偶遇李小璐带女儿甜心游乐场玩耍的视频。视频中，李小璐身穿白色 T 恤，头戴白色棒球帽，披着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，双膝跪在地上，皮肤白皙，一脸甜蜜的笑容，看着甜心蹦来蹦去，满满的爱意，画面十分的温馨幸福，但仍未见到戛纳亮。甜心一双小细腿也着实抢镜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